台三线上进入新竹县的第一站关西镇。早期居民与派驻来到这里任职的员警，身处在那个生活清苦、物资匮乏的年代，有着相互扶持、如同家人般彼此守护的信念。啊，这个分驻所，这个所长宿舍呢，都是一个废墟，非常脏乱。关西啊，要发展，这就是关西的心脏，这个一定要把它整理起来。全里的人就动起来了，就很用心的联署，哦，只要庙会有办活动，我们就叫志工大家去联署，联署的好几千份的联署书。后来送到文化部去，哦，到1997年、1998年，刚好碰到谢佩坚老师，哦，他在我们的社区营造那个文化局那边，正好就碰到这个贵人了，来辅导我们，取了叫做关西大客厅。关西这个地方，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或者空间专业的角度走起来，它明明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文化资源条件的地方，不管是那个建筑物也好，或者在被这个建筑被保留下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参与也好，就在那个参与的过程里面，我也觉得会有机会找到在这个事情上面比较接近的认同关系。其实是事情的所有的起点是这个部分，你的政治发展协会，就是地方上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于外面的庭园的整理，不管当时透过了公部门的公共政策的资源或支援，使得院子可以被整理，使得这个建筑可以被看见，在大家集体的过程当中一起进来了，不管是木匠也好，不管是整理院子，甚至来拔草的阿婆，甚至来做任何一点点小小在清理的这个过程里面的任何一个社区的长辈，那其实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都重新的认识了这个空间，跟重新连接他自身跟这个空间的关系。他还有是比过一个古迹用地落去，家里都是要去打开了，让形象，让所有东西让它站起来，还得要保护两个，还另外东西加起来也得要站来保护。东西你虽然是要把高富人，人家搞好做嘛是哦，全部透明。全部来讲，哎，二帮手了，扎扎了眼，有青团结。所以一草一木都是由我们在种植，在做，所以大家都对这个有一些感情。你像如果说有台风来，他们第一件事情都会跑来这边看，甚至捡那些瓦片，因为他们这边存在他们太多故事了。营造好之后，他们就会来自动去做维护，拔拔杂草啊，浇浇水。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存在对这块地的一个认同，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家。经过社区积极的参与联署，以及中央与县府的支持，关西分驻所及宿舍群得以修复保留，延续跨世代的情感故事。